情绪就没有带回去，但是说我带回去就是要释放他，因为看到 Jack 我就可以释放，但是在厂里面，在开工的时候，我的情绪真的蛮，怎么说呢，蛮辛苦，因为我们每一天都是那种戏都是比较黑暗的那种，还有就是很 heavy 的那种。我跟阿双、谭俊彦、跟希乐他们的戏全都是很 heavy， 不是轻松的那种。所以每一天我们在培养那个情绪的时候，就有一点真的，大家看我在写照平台的说，就是好像来回在不同的黑暗的当中游走这样。希望快点拍完，我们就可以再开开心心的投入另外一个角色。